要砸上百亿去影响整个高雄的这个选情，开出一个赌盘是一赔五，即青牙国青牙农渔系统的这个倒戈，都会对这次的选举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效果。韩国瑜应该赶快回防高雄了，没有赢到超过哦。基山那边有高雄，对，再双倍提供。今晚十点，国民大会。